几辆号，马哥？哎，你看那收地呢，就你长那样啊？对呀、啊，你看绿化水娃大个儿，完还能收地、啊，谁信呢？真的会，因为我家就是秋收的时候种地的时候，我都在，都每年都从第一天干到最后一天。可能你看着我这样，但是我真的都是每年都帮父母做。比如说种地的时候啊，就会种地，然后收拾秋，嘎苞米杆子，然后装仓子什么的，都会干的。对，马哥觉得不像是吗？不像，太不像了。那活儿，我都干够了。但是没有办法的呀。我干够够的了，搁家种二年地，完了去年开个烧烤店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帮家里干活的。之前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我会做饭，帮家里做饭。虽然说不是特别好吃，但是每年我都帮家里做饭。然后大一点的时候呢，我就帮家里收拾秋、种地，都干的。啊、所以你看不要被外表迷惑啊，你实际上这样的姑娘不是说哎呀这姑娘瞅着好像不会干活，这也能干得了的。十五号那个邻居小哥，你说谈过三次恋爱以上的男生不太好，那你看我这一次都没谈过的你感觉怎么样？你今年是多大呀？24周岁。那你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呢？因为个小。谁捅了这个刀？快点了，没人敢吱声，你看。举手。来，哈哈，小顺子，你再说一遍。因为个小。你说别说话，你比我高太多也行啊。你这像马哥说，我也就接受了，真是。我不太想找一次对象都没有那个经历过的，我想找一个经历还有一点经历的，因为我恋爱经历比较少嘛，所以我不想找一个没有一个恋爱经历的，那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恋爱呀？这个可以摸索吗？那找一个经验差不多点的，有一点经验的能方便点儿。碰碰灭灯的原因是什么？碰着就是跟老妹儿这年龄差不多的，太累挺了。我遇着，我跟你讲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啊，就是之前有过一个对象，可能说也是跟老妹儿的年龄一样，也是这个岁数，可能说是愿意玩吧。比如说每天都是两三点钟下班。下班有的时候我一等到那个点儿，就是我白天6点起来上班的情况下，我再等到那个小时间段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不是不接就是撂了。而且有一次跟我说啊，我陪我闺蜜呢，就是情人节的时候我等她一宿在车里，就是我给她打电话，她说啊我跟我闺蜜喝酒呢，情人节跟她闺蜜出去喝酒，而且她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不知道有我这个人，我所有的朋友圈都认识他，都知道有这个人，我对他特别好。回首他跟我说啥，我嫌太黏我了，就是管的事儿太多了。我说我要是不在乎一个人，你就在外边再玩再疯都一样，我玩我的你玩你的，那我也是一样玩。我想找一个年龄就是相差一两岁还可以接受，但是因为每天想的太多了。谁好，王池？我没有啥意见，感觉挺好啊。你还就是在辽宁沈阳那边是吧？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异地恋，我想留在长春和德惠这个地方。啊，那这个可能不行，那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我觉得姑娘非常棒，尤其是她短片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，面对着你家里经营的这个生意。你能用最幽默的一种方式表达出来，谢谢王哥，就是让人感觉特别开朗的一个姑娘。你知道你今天来最大的意义啊，是给了2号小顺子以坚强的信心，有没有小顺子？有。所以姑娘，我感觉你像阳光，像阳光，你能照进好多人的心里。希望你接下来的日子能笑得更阳光，生活也能更阳光。掌声送别。